讲吗？没有。你看看小猫哦。看啊，我已经把它拱出来了。乖乖加油！加油！还差一点点，加油加油！还差一点点啊！我的小宝贝，加油！还没有，还没有，都没屙出来。
辛苦了我的宝贝。哎，乖的，练下最乖了是吗？
查了吗？像元宵、坐月子这种吃什么？它要补奶的呀。脸湿湿的吧，舒服了是吧？小乖乖。还吃一点吧。再吃一点点，好吗？加油，用力，可是肚子还有啊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怪不得卡住了，没有没有卡住，它已经孵出来了，出来了吗？去买点罐头给它吧，它咬不动了，它可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，太多了吧。那关键什么？不是说吃了罐头它就很顺利啦，它吃了才有力气啊。来拿住拿住，哎呦，正好我关了它就松了。我还没关哦，我没关摄像机，太黑了，亮亮的，它就是相机暗，往上焦哦，好了，不要没关了。
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懂啊。那你很想让他什么？你不要等我下班吗？班路了你跟我说。嗯，一次性手套。加了，有了，还有什么？好像还需要什么？我也不懂。现在你看的比我还多。咬了吗？怎么还在连在这里啊？像是你为什么在倒点暖水呢？现在刚喝的可能不喝，赶紧让他照顾吧。元旦你在看戏吗？嗯，他在舔了吗？舔住。舔老五是吗？哦，他在咬断那个脐带。现在啊，里面还有哦。不想生了，但是也不得。给他生完这次先。算是然后呢？结扎了。哦，下次肯定不是不，要不就不养生了，要不就卖掉了。我就跟你说，你先发预告，爸爸妈妈怀孕了，现在都可以拍小孩了。嗯，老师说，上次你说，哎呀，拍，都没见你拍。等他生完这只是拿出来之后，你把那个箱子转到
那边去，你别看着他，别盯着他看嘛。说不喜欢被围观，他会紧张，紧张了就容易分心。就是你不要对着他那个方向，你坐后面也行。但是我建议你把他转过去，这样你就不用移动了，让他有点背光。帮你擦擦它，来，等一下，吃，吃，等一下。
把元旦会叫了是吗？嗯，哎呦，我们的元宵辛苦了。嗯，元宵喝点水。放下，他不和谐了。我很不懂的位置。嗯，在这里啊，宝宝，好吗？哦，就在这里啊。嗯。哟，滚到头。嗯，脐带，脐带还没有断完。来，元宵吃。我帮他剪。哦，这是蓝猫是吧？哦，一点白毛都没有呀。哦，没有蓝白那种。你看，这边。还有，吃完吃完吃完，这里啊这里啊，嗯，等一下，再咬咬先，咬一下，咬点先，嗯，不咬了。放一下先，叫得太小声。等一下，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咬断呢，宝宝，嗯，是吗？帮他剪吗？你说。